小星星，你想握手呀？啊，原来你是想跟我握手呀？握手吧，那把手伸出来吧，乖乖。啊，哎呀，这两天小星星也好乖呀，看小星星。看他的指甲。猪猪，你有啥？猪猪。啊，小公主是一个竖小写一，猪猪有一个大写一。按指甲咋回事？好，小舌头呢？小星星，这个是小星星。你看这指甲，看这指甲。你看这指甲出来之后有多锋利，你看，对，他要是用力气的话，你看这手不得抓伤啊，不得抓好几个道印子，血印子。不玩了。不想玩啊，换个地方呀，换个姿势呀，乖乖，啊，那个姿势不舒服呀，哦，又换个姿势，那个姿势不舒服。你看他自己把他自己饭盆儿，这个饭盆有时候当枕头，有时候当是尿盆，有时候当洗脚盆。你看这啥功能？还累了，这个胳膊累了吗？你这是，胳膊累了，把胳膊放在这个盆里边。点了，小新今天真乖，小新今天真给面子。你看一说握手，立马把这个手伸出来。你看那个大爪爪，这个指甲，看这个指甲没看？看见那个指甲了没？这个指甲很锋利的啊。哎呀，你看今天一直跟我握手的，今天一直跟我握手。哎呀，哎呀，咋了？我打个喷嚏。我打个喷嚏给他吓成这样了。